会的，嘿，谢谢，给大家多好，哦，我的好力气胶我先开怀三品，哦，来，嗯，啊，啊，哦，这里，嗯，很赞很赞，哎，陈小姐，这红豆对吧？嗯哼，阿哥舞，阿哥舞，嗯，这气味原来是蓝莓对吧？ 那遐尼厉害，冰封冰封答对了。哎，讲真的，你做这烤饼真正袂歹食呢。嗯哼，那是边里边收哦，边一阵啊，才阁摕出来，一定阁较好食。我就是要安尼做诶，今次我甲你讲哦，我已经想好啊，我要做一个创意甜点的计划，我就是 idea 呢，到时阵我要互你做头一个试食的人。可能歹势啊，可能我无得做头一个试食啦。为什么啊？啊，你的表情哪会怪怪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等我阿妈啦，伊派我去美国出差，所以这段期间也无得见面啦。去美国？啊，是要去偌久啊？上晚是一个月，啊，上紧买两个月。 遐尼久哦，嗯，不要紧啊，是工课嘛，这也无法度。为着即摆当视讯啊，遐尼方便，小心来接就好啊。快点歹势啊，当初是讲好，买两个人做伙去面对，到即摆煞放伊一个。 哎呦，不要紧啊，我若是心情不好，还是感觉孤单的时阵，我会当去你的秘密基地啊，安尼我就当感觉你也是另外辛苦你嘛。好啊啦，莫又太卡面啊，我无代志啦，哈，快快乐。无着，哦，嗯，也常常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常常卡给你。俊杰，我知你定食。 副总，请问你找我，有什么代志？要甲美国那边调薪才合约，有几个副助调薪，我想要加起。歹势呢，一摆本来应该是我去的，上次阿妈一定爱你去。也毋过你放心嘛，台湾这边副总，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你。副总，阿姆哥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无需副总特别照顾。你若是有啥物代志想要交代，会当甲我的主管李可行讲。 慧婷，敢讲你唔知影当时对伊即摆真无佳哩，嘛是因为安尼啦，伊才爱俊杰出国，伊拍算要对付你啊。慧婷，你该怎做？若是有拄着啥物问题，你找总经理。俊杰啊，我应该讲你单纯，还是讲你无巧哈？阿嬷已经无佮意慧婷啦，你嫁找总经理有啥物路用啊？ 你也是赶紧改车册啦，才免害伊哦，去想就无必要这步啦。还不吃啦，看看改改紧起来话。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慧婷，我过几天呢，你向公司哦请假请假，等我回来了哦，伊再来上班好无？没的啦，俊杰你莫烦恼啦，我真唔相信哦，应该对我安怎？ 好啦，别烦恼啦，已经转去上班，莫互人有机会讲咱闲话。好，进去，去上班啦，我无代志。好，回去。慧婷，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一定要跟我讲，不通因为惊我的烦恼，就拢唔跟我讲，好无？ 我答应你。
我哪会这么没路用？趁这只打造，我就开始在想伊啊。俊杰的飞机，小戴敢会为这飞过？慧玲，你哪会来？你刚免去美国啊？无啦。去机场的时阵，阮向荣接到电话，讲我的班机延误，我袂要坐飞啊。对啊，你哪来遮？我困袂去啊，我想讲你是暗时的飞机来遮，会当离你较近。就这样，简简单单。讲真啦，其实原本我想要肯定到找你，不过我又较惊白富，所以我就叫肯定加司机载我来遮，一个人来遮看看，再去走。结果起来，都拄着你啊！你有你的梦想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你去美国，要好好保重家己嘞。是你爱好好保重。这摆我阿妈调高以后，派我去美国出差，去处理代志，意思已经一明显啦。快点，若是你有拄着什么麻烦，你一定爱打电话给我，我是照常来保护你，知无？我不是囡仔。你有烦恼啦，但真正拄着什么款问题，我家己会当解决啦。难道是你？你自己出国已经无真重要呢，卖用我分心。应该会使，卖这样为我想啊，哈。你当对我使性地啊，讲哦，你是要跟我做去美国，还是讲哦，你不爱我去美国？只要你开嘴，我拢会答应。快点。我是真正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，你知无？俊杰，我可能是因为我自细汉就无爸爸妈妈，所以孤单一个人对我来讲，我已经真惯习啊。今麦哦，有人会当在我身躯边跟我做伴，我就感觉是天公伯，给我上大的恩惠啊。相爱跟祝福之间徘徊，所以就算你人在美国，我嘛知影咱的心是连做伙，我袂因为安尼就无安全感。我会乖乖等你回来。你无在公司这段时间，我敢那会愈来愈想你，其他的拢袂改变。慧玲，多谢你。所有伤害别再来。